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相处的。喂，你看啥呢？这么喜欢看，你咋不下去呢？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害我！你给我站住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还想报仇啊？那也得先上得来呀！给我下去！36计，我走为上策。万万没想到，你竟然是这样的刺猬。而奇葩在婚礼上却是这样的。脸上奶油越多，幸福指数越高，这样够不够？